我阿布拉罕系一只大色狼，最能中意索嘢。等我阿布拉罕提下呢份中华民国13年12月28日礼拜日，中华民国上海申报光旅室主写嘅广府大戏评论文章，粤坤阁短评介绍果条卜卜取嘅马来亚艳灯银老鼠，即系陶三姑。清纤得中，体态轻盈，一展双瞳，由足令观者拍夺。唱功清脆，历历如出谷黄莺，表情未绝。靓女陶三姑小姐，你向中华民国25年，由你陶底艳星蝴蝶影介绍落嚟香港，拉小老板果间南洋公司，踩你第一出影画戏。广州一妇人，你果是初登银幕，惊唔捻识惊噶你？哦，嗰阵惊咧，就未必话湿热啲嘅，少啲咁啦。陶三姑小姐，今你又踩广府大戏舞台版，初登银幕有冇唔适应呢咁？哦，咁啊，都有噶啦，你估点啊？个赵对翁咧？因为我做惯大戏嘅人，梗系冇手冇脚噶嘛，系嘛？咁又话，唔好唔好唔好头发，唔好净系咁样，咩话啦嘛？咁啊头发我好嬲啊，收尾想话人哋真系想我好嘅啫，即系门饭一定要依人哋规矩啊嘛。咁我死咗下我就嬲啦，嬲佢话我一路减咧，减到就冇咁多动作咁嘅真。陶三姑小姐，你向广府大戏舞台树。鬼死咁风骚销魂，专做嗰啲姣婆怨妇，电撚死班观众冇命陪，好似你拉风情牛果套是林济塔，你做嗰隻发姣发凳嘅白蛇妖精，搞到观众要买套流星片，翻屋企听住你把姣声嚟打飞机，你向影画戏树有做啲乜撚嘢角色噶？得下我做埋晒嗰啲咁嘅包租婆啊、挥婆啊、门人婆啊，逢阿婆都系我做啦。咁你打仗嘅时候你喺边度？我打仗嗰阵时咧，咁咧去报道部咪搞一班明星，其实你咪有份啦。你同马唐先生啊咁，啊阿姨收水咧。梁武色梁武将啦，系啊，我啦，你记得嘛？系啊，系啦，咁啊，一路做咗几个月，都翻落嚟啦。靓女，你向中华民国46年4月拉高佬全死落石叻登台，果是北平共匪个艺文发布，话你踩过出粤语片《珠江泪》顶呱呱，颁发一个属于你个人嘅荣誉金质徽章过你。你都够傻扮拉拉你，嗰啲咁嘅尼克做埋都唔知几多啊！你拉西瓜跑可不弱，下位咁做成一对七人明星蟹剧团，由唐立领班，响中华民国55年6月24日礼拜五搭大宝来轮翻南洋，跟后备新娘有车阶级随便登台，每场戏做半个钟蟹剧。好似含笑饮过 B 摩登公寓乌龙王借妻忌升官发财点错鸳鸯谱恶家婆先向石叻嘅万武罗大话胜利每日做12场之后上周府地嘅金城拉星光每日做8场之后入埠仔好似巴新芙蓉马六甲八路太平文东、安顺、金宝、大三角、冰令，连踩成40个埠，自搭大宝官轮，向中华民国55年11月14日礼拜一晏昼翻到香港，呢镬搵到唔少波子啦。你食过翻寻味，参加谭瑞拉潘成泽个女儿香剧团，同黄剑明、陈剑星、欧婉玲。向中华民国57年农历12月26日礼拜四去咗安南西贡提岸大光戏院，向农历戊申后年正月大年初一晚开锣，
整笼爆棚，带收两盘几岁咸笼。收锣鼓后，去拆翻镬金嘅黎烛节，半夜两点几至翻翻戏院后台教教住。点能知北平共匪之持班月共冚家产，响半夜偷袭西贡，吓到你里入地牢，就成二十几日。中华民国57年2月23日礼拜五，武蟹湾剧走，鸡咁脚着草飞返香港，阴公手能做成七磅肉眼呢。